很可爱的点点。就跟我们一般卖的针织毛衣都差不多，你们应该已经买了好几次的针织毛衣，这厚度就是这样，它没有到很厚的那种毛海那么蓬蓬厚，但是也不是那种很薄的针织衫。对，它是跟点点之前差不多，之前那件都差不多，橘黄色点点，我们都会挑差不多这种，就是实穿度比较高的一种厚薄度给大家。那我就先给你们看一下它的版型是这样，这个版型的话，它是属于就是有一点点。会有点像圆弧下去收下，对，收下去，所以它不会整件看起来很浪很大件这样子。那这有做开叉，它是前短后叉，这个就一定要配裤子，对不对？对，或者对也可以配短裤，配短裤，然后配个长靴，对，就是有点下身失踪那种感觉。对，后面的话是很有安全感，对，它是完全不管你屁股怎么肉肉撑，它都还是一样盖得过屁股，所以里面就可以像我这样搭一个白色就浅色内搭裤，因为有些人担心做那种浅色啊会比较显胖，那你就穿一个长一点的盖住就可以。做的是落肩的，落肩它的点点很可爱，我给你们看它的颜色，它有多种，有大有小，就它跟一般那种就是工整点点比起来的话，这个感觉又更就是让人感觉莫名心情很好。我想很想象你是在混珍珠了嘛，不是那种波霸珍珠，那我对我知道是有的那个烧仙草还是什么冰，里面会有那个算什么那叫什么东西 ？QQ 的那个叫什么？现场人知道我在讲什么？我现在是紫，然后这是绿，这两色都是很显白的颜色，两色。那如果你们想要，这就绿可能会中性一点，你两个比起来，这个比较中性一点。但是两色都是显白色哦，所以如果你们是说哪件比较显白，我会推荐不出来，因为两色都非常显白，但紫色就是比较可爱。